你说这半只羊咋活的呢？来内蒙不吃阿金做的羊蹄子，算你白来。撒上香菜。阿水，跟你来一块。哎，太黏了，我不吃。真好吃，你尝一下。我就说，只要经过阿金的手，就没有不好吃的东西。凑合吃吧。来点韭菜花，味道翻好几倍呀、这个烂糊啊都脱骨了。阿金，你说一只羊四个羊蹄子，我拿回来十个羊蹄子，这是几只羊的呢？两只半羊啊。不可能，我就没见过半只羊它能活的。吃吧吃吧，我吃饱了，收拾好睡吧。行。阿金，你说这半只羊咋活的呢？